上帝的珍珠啊！那你干嘛找我？都是啥味？都可以啊，其实都可以走啊。哦，妖怪村，棍兽汤。对啊，对啊，这就是他的说说。刚刚要住宿才能进开心海。哎，上面有妖怪耶，好像二十鬼。河湖店看一下，河湖体验。Thank you.